想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老师啊都会啊有一份感恩和尊重。会长是我们茶道的老师，十几年来我们透过喝这个茶改变了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大家也真的啊获得很多啊身心方面的利益。所以我们每年呢在6月6号都是以一个茶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种心意，这也是我们这个茶会的一个缘起。另一个方面啊，我们想大部分茶友今年过年我们都没有办过茶会，所以我们这个茶会大家还准备了很多节目，也就像跟过年一样。节目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？和我以前也是有这么想法的，但是因为我后面自己参与节目体验过来，每一次在打破我自己的一些条条框框啊，跟我自己的好坏对错的一些标准啊，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喝茶可以让自己改变潜存在很深层的东西。今天是一个特殊日子，我们全国各地现在很多地方在庆祝，在这里这么多人特别幸运。我一直觉得我们喝每一杯茶心怀感恩，一个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，一个是对我们茶道研究会会长创始的一种深深的感恩，也是回馈给自己的生命最完整的一种方式。我们来请主泡一会抽空跟我们分享一下茶的美。我自己走过快10年的时间，自己其实也是在一个蜕变的历程，跟这个茶一样，它的香、它的味道、它的转化、
它喝下去跟我们内在的生命交织出来了这种不一样的美。每一个人遇到这个茶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都不一样，这就是茶的魅力，它跟我们生命，跟我们生命艺术融合在一起的美。感恩会长一直无限的大爱和茶友无限的关怀和温暖，让我一直坚持着这条路。因为我来过，泪与笑都是我的，别害怕追笑面对蹉跎，看我光明和磊落，仰望着夜空最亮的星火，所以我爱过，在角落天空海阔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如果要我选择，只能爱一个人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。天最幸福的是你，世界都把你敬爱，泡茶为你栽花儿为你开，日月星辰与你同在，日月星辰与你同在，日月星辰与你同越长大越孤单。